唐薇，你是不是一直喜欢我呀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啊？你昨天自己说的。林然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你喜欢我，离不开我，要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。你胡说八道！ 你还说，因为我是弟弟，所以你不好意思下手，对吧？胡说！你还说我身材好，你就是尝我身子，想吻我。谁想吻你啊？嗯，滚！唐薇薇，又干嘛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都过去这么多天了。 先后做什么了吗？我想，我可能会做一件丢脸的事。没事儿，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，陪着你。我想开甜品店，而且可以每天生活在奶油里，生活应该也会过得甜一点吧。 那就开甜品店，我呢就希望姐姐每天的生活都是甜的。有人吗？李小姐啊，老板娘，前两天在你这儿订的封面到现在还没有交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只能专门过来一趟了。封面啊。 最近排期排得太满了，你们的单子得再等等。我之前付定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定金归定金，业务归业务，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这说话不算数啊！我就是这么做生意的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给我加点钱，我让你们如期交。加钱？加多少？不多，就6万。你也好意思要？ 这么快看完了？没看，我是拿来还你的。爸，这些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开店。甜品店。开店？你不如换个爸爸。我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你毕业之后就要去开个甜品店，亏你还想得出来啊！ 是不是林然教你的？我都跟你讲了，年纪小不能要。你们还打眉眼官司？你看看，爸，你别老怪林然，不关他的事。对啊，而且薇薇也不是听我说话的人。哼，我不想听你们解释。薇薇从小都很乖，从来都没让我操过心。你，你逃课，你打架，你还玩赛车。我哪有？我。 林然，什么赛车？薇薇，别叫我。薇薇，我让你别叫我。薇薇，薇薇，原谅我吧。我让你闭嘴。那好，那我闭嘴。你原谅我，要不你打我也行。林然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妈就是因为车祸。 天灾人祸是没办法掌控的，而且唐叔也不介意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摩托车是无辜的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要瞒着你爸妈？这说明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。赛车是会死人的。 薇薇，我瞒着你是因为你不喜欢，而不是因为他是错的。那
你以为你瞒一辈子吗？像今天这样，你怎么收场？你根本就没有去想以后，你根本就没有去想未来，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。 喂喂喂，你都不知道我来了一家黑店，气死我了！你有事吗？没事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忙着，回头再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 和女朋友吵架了？怎么，你有什么高见？高见没有，低见倒是有两三条。我才不要道歉，女人就是麻烦。行，说说你的第一件。嗯，我洗澡去了。 你小子是？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介绍的印刷厂坐地起价，我只能找你过来帮忙了。李小姐这边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哎，金总，你看现在单子这么多，排期这么满，人手又不够，所以您得体谅一下我们。 多少给我们加点钱呢？行业这么大，竞争对手这么多，除了你们产品质量过关以外，诚信也很重要。无论是做人还是从商，都要言而有信，才能够将你们的工厂越做越大。我不听你们那些有钱人的大道理。总之呢，不给钱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好，那他其他业务也不需要你做了，你把定金一分不少退还给他，否则你们这种行为，我就看你们这个工厂能够撑多久。我们走。 对另一半有所隐瞒（括弧）虽然情有可原（括弧完）。第二，我不应该明知故犯。第三，我不应该对你提出的观点有异议。今天，我怀着十二分的愧疚以及十二分的悔意，为你写下这份检讨书，以表示我对你的歉意，对我这种不好的态度做改正。 由于我的疏忽，微微。 错。
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喂喂，喂喂，请问你发的这个取件地址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您的小甜心已经到货，请签收吧。哎，我真的错了，就原谅我吧，我保证。我下次呢，尽量不去了。这是你说的？嗯，我说的。那，你不生气了吧？这次我也有不对，控制欲太强了。控制欲是指有较强不安全感的人内心恐惧的外在表现，其通常通过高压控制来避免他人对自身的意愿违背，防治的方法也非常简单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勉强你自己，我们能求同存异。哎，走吧，我点了很多甜品。你怎么会确定我今天会原谅你呢？那可不，我可是姐姐的小甜心。走。吃那个什么酒心蛋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姐姐真厉害，真能吃，真不错呀。林然，你最好趁早把那个什么赛车给我借了。刚谁说的那个什么求同存异来着？借借借，立马就借，明天就借。这次的交换生名额啊，非常的宝贵，好好加油啊！我知道主任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总之呢，接下来啊，你要好好准备。放心吧，老师。来，大家伙儿，今天请大家喝奶茶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各种各样的口味，随便选都有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，还请大家喝奶茶呢？没有，但今天呢，确实有一件天大的好事，而且。功不可没。我。所以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等周末的时候，哥请你吃大餐。巧了，我今天也有个好消息。那你先说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先说吧。我呢，终于谈恋爱了，各位。哇！这次是真的。恭喜啊，然哥！恭喜啊，然哥！恭喜啊，然哥！所以嘛。现在有一件特别尴尬的事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两个那个互相挡桃花。要不你再找其他人吧，毕竟哥呢，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不太方便。没事，反正之前咱们那个也是假的。但是如果你找个真的，那更好。你喜欢谁？你告诉我，哥去把他给你抓了。哎，你的好事是什么？没什么，
就是今天主任夸我了。主任夸你挺好的呀。这样我啊先出去构思一下，争取早点跟欧洲学校签约，到时候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完美。爸，早。早。我的早餐呢？不准喝。为什么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十周孕检，你的鸡心喂狗了，还想开店？拿什么开店？叫林然滚回来，打电话给他。爸，他在准备画展。我不管，自己做的孽，就让他自己回来负责任。还有他那个爸妈，长期都不在，到时候你生了小孩，一个帮你带孩子的人都没有，你自己就受不了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两个的不让我省心。真是的，爸，其实我没有怀孕。什么？你没有怀孕？难道是我怀孕了？你现在跟林然在一起都学会撒谎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杨哥，你等等我。走。杨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呢，知道你这个人人坏嘴毒，还经常放我鸽子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宽宏大量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当然是帮我办画展了。你不是说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杨哥，我看你就不像个表弟，你就像个表妹。杨哥，连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，你有什么用？杨哥。小时候我家里人确实叫我表妹的，不过这不是重点。你答应要帮我的，我今天真帮不了你，我还得陪我老婆去孕检。走了。孕检？谁啊？哎呀，今天人这么多，要排挺久的。啊。怎么了？这里有点闷。坐这儿看。闷呐？那这样，你出去外面透透气啊。行，我带他去。走，慢点啊。走，快。慢点。来。怎么办？你快点想办法。我想什么办法？想办法呀！哎，我来想。这是孩子的小手吗？哎，姐姐，你这东西还有没有多的？给我一份呗。变态吧你！这些东西多少钱？你开个价，我买了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有变态骚扰我。你干嘛？谁是变态？你有病啊！我不是变态。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，你小心点。快点，快去，别弄洒了，就这一点。微微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别洒了，就这一点了。这个报告单里的
要没有剑红啊。啊，剑红怎么会这样？剑红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问题也不是很大，让他们两个人回去稍微注意一下过激的行为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啊。谢谢您，医生。不客气。还看，走啊。走啊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母亲这个指标你有印象吗？没印象。啊，没印象。唐叔，可能要去再检查一下。那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可以解释。你不要再解释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们两个在一起。微微，我们走。唐叔，爸，哎，走走走，你站住。哎，怎么样？小心点，没事吧？嗯。啊。干什么？这个时候打电话？然哥，怎么就孕检了？你怎么就要当爸爸了？你不是说季寒？我天，你个渣男！季寒那么喜欢你，那季寒怎么办啊？他居然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！我天，你也太渣了吧！喂哥，这大学生怀孕是种什么体验啊？如果还是三角恋呢？半个小时内必须给我回到家。啊。我会安排下面工人加急给你们赶出来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谢谢，进走，秦夫人，慢走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。走吧，进走，实在太吵了。老板，进走。李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联系印刷厂了。啊，本来呢是黎副主编负责这次加印的事情。眼看这时间就要到了，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我想着总不能影响公司的二次预售吧，所以呢，我就自作主张地联系到这家印刷厂。李想，你也真是的，自己要是搞不定的话，也不吱一声。还好我一直都有注意，不然这后果……那还真是辛苦主编了。不辛苦，不过呢，有些你不太懂。像这么大的印刷厂，人家都有自己的排单，可不是你想进去就可以加得进去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用之功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主要我怕耽误了二次预售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。幸好今天我来了。对了，老板，我跟这里的主管呢曾经一起留学，多少呢我还是能说得上一些话。哇，主编你人脉好广啊。还好啊，不过可能麻烦你白跑一趟了。多谢小黎啊。主要多亏了靳总帮忙，如果不是他的帮忙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，是不是主编？你不就会靠男人吗？因为你不配。这打脸的剧情爽不爽？靳总慢走啊。